近日，与王思聪交集颇深的网红豆德儿通过微博小号发布动态，在评论中，豆德儿被网友询问：“那你和王先生还在一起吗？”豆德儿大方回复：“不在了哦。”承认自己已经与王思聪分手。此前，豆德儿频频被拍到与王思聪同游约会，举止十分亲密，更传出与王思聪好事将近的传言。而前不久，王思聪却被目睹与疑似新欢同行，豆德儿则不再露面。如今，豆德儿主动回应，承认了两人分手的事实。昔日的甜蜜，如今看来不禁让人唏嘘。